各地乡亲拢真关心在地宫庙，伫台南，台南市东区虎尾里这个信仰中心太祖这个普安宫，年久失修，外口若咧落大雨，庙内拢用水桶来渗水，壁倒的这个铁枝也嘛能看现现。管理委员会拍算要修理，也毋过庙方讲无这条钱，这个信众就知了，纷纷寄付，即嘛讲会使开始修理啊。台南市东区太祖普安宫在民国86年建庙完成，最近厝顶严重漏水，嘛已经看会到钢筋，外观的涉水嘛拢在垃圾，考虑到庙体安全，决定要来征收。啊，渗水这一定差不多5-6吨啊。啊，本地无明显，啊来愈来愈明显啊，啊愈来愈明显，就是有时啊你讲的落大雨，我该摕水桶去洗啊。太祖普安宫上早是拜太祖公，到嘉庆二年，有一位来自福建东安县姓萧的医生，把随身的普安祖师送给先人来祭拜，变作目前的主神。打算讲啊，经费有够的话，我嘛是想要把这个金炉改做是有环保设备的金炉啦。因为在地信众拢真虔诚，嘛希望会当赶紧完成征收，让信众有一个好的信仰中心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